这项任务当中看得出来，大家的体力非常好。好吗？而接下来这项任务考验的是大家的脑力。哦，咱四个。<笑>就是稍后我们会一组一组进行，然后电视机上会出现题目。我的天啊！这太难了。就我会按照顺序指，直到谁来说。 比如说，动物园里有什么？三二一，猴。三二一，完了。<笑>对，然后再三二一，大熊猫。明白了吧？啊，答对一个得一分，重复扣一分，答错或者没有答出来扣三分。实在答不出去就重复，重复才减一分，但答错扣三分。重复，那么谁先来呢？ 那组吧，近的来，按顺序来吗？行，那从你们来吧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都明白了哈，咱们队明白，那明白是咱们队很聪明，这都听明白了，就是反应会慢一点，是吧？答错之后我也不会停，错了反正我们就算分就行了。第几轮啊？这样，十五题，只有十五题啊。OK，加油，加油，准备好了啊？好，请看题。 哟，完了完了！先从程程开始啊。等一下，来准备。想到一个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双江。三二一，李诞。三二一，李春波。三二一。 李荣浩，三二一，李谷一，三二一，李谷一，三二一，李双江，三二一，李荣浩，三二一，李春波，三二一，李谷一，三二一，李荣浩，三二一。 李白，李白，好，屏幕到，为什么只有李谷一和李荣浩呀？有好多，你们都不认真。你给我讲一个李姓李的歌手，来来，姓李的歌手，三二一，李克勤，三二一，李荣浩，三二一，李谷一，你也就是仨，有好多，李宇春，李宇春。李健，李健，李克勤，李宗盛，李宗盛就是李圣杰、李文、李玉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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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玖哲。哦，好多啊！不是，这个游戏是这样的，你不能想，你想你还要看他在指谁。你现在还敢教别人，就你玩成这样？你就只答了一个李荣浩。<笑>刚才你们得分是-负11分。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按顺序把倒中间这组，好吧？好。来，请看题。来，从周深开始。等一下，三二一，郭冬临。三二一，葛优。三二一，光头强。三二一，光头强。三二一，葛优。三二一，巨石强森。 巨石强森，三二一，葛优，三二一，葛优，三二一，葛优，三二一，许峥，三二一，葛优，三二一，包贝尔，三二一，包贝尔，好了，好厉害啊！哦，你想出一个包贝尔，海哥，好厉害啊！哦，你还真行，这个可以。 好，刚才这组得分是-9分。哦，还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几队不会比的谁负分更少吧？你知道这是你一个人的战斗哈？真的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就应该是你一个人的战斗了。我觉得应该由你强项，得至少让我们军艺发挥一下嘛。军艺啥意思呢？极客军艺。哦，我以为我找着校友来着。 一般人家都只举极客，突然叫俊逸会愣一下。俊逸就是俊逸。俊逸啊，俊逸，俊逸可以，俊逸。你是哪里的口音？北京的。
好，来，那你们三位准备了啊，请看题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好难！我的天哪！等会儿，你们让我稍微给我们。请看题。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好难！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个好难！好，从小童先开始。小童，等会儿，你们让我稍微给我们。那不是活着一个吗？小童，那个，等会儿。来。来，小童，答案在你面前。啊。来，三二一，白鹿。三二一，白鹿。三二一，成龙。三二一。哦，成龙。三二一，成龙。三二一，白鹿。三二一，成龙。三二一，白鹿。三二一，白鹿。三二一，成龙。三二一，给我们点时间，成龙。投降了，外面全是警察。三二一，成龙。三二一，龙傲天。三二一。白鹿。白鹿。玛丽。李小龙。李小龙。哦，姓马就行了。马东。马伯骞。马伯骞。哎。The Fantasy Game。不是一下就给蒙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想到姓马的那老往名儿上想。马天宇。对。路虎。路虎。哎呀 ，my friend， 那又轮到你们了。我录了，好好录，好好录，来吧，来吧啊！郭虎，我的导演，想咱的了啊！来，过去了，过去了啊！来，白鹿永远做别人卷子特别厉害。来，怎么这还没到我们就给笑我们的题？好，请看题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这个我知道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很多。大奥特曼、小奥特曼。有很多。不，可多了。有巨多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不，可多了。很多。有很多，非常多。有很多，有非常多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完了。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赛文奥特曼。三二一，赛文奥特曼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父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母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父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母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子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兄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，奥特曼。本曼。奥特曼之妹。三二一，赛文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好，题目到。真是有奥特曼之父、奥特曼之母，有奥特之父跟奥特之母都有。奥特曼之子应该可以吧？没有这个。你看，我们小时候的奥特曼是没有名字的，现在你这个岁数的奥特曼有名字了。以前我们没有那个。以前我们就是奥特曼。对。后来有一个 Seven 的，挺多的，真的有好多，佐菲奥特曼、初代奥特曼、杰克奥特曼、艾斯奥特曼，还有奥特之王。那奥特曼之兄行不行呢？他哥哥呀。你们还是负十一分。又负十一。还负十一，跟负十一干上了。你们这个题有人得过正分吗？好了，那又轮到你们了。来吧，请看题。哇，好，准备，
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春天里。三二一，双截棍。三二一，灯火里的中国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黄河。三二一，功夫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花开忘忧。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青藏高原。三二一，要一大家一起来吧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三二一，难忘今宵。证明你上过两次春晚。对，只记得自己那两首歌。哇，他们答对了好多啊！你们，关键他就自己就说对了两。他们这次不会是正分吧？不一定，不会不会，我们答错了几次。一分，一分，一分，有一分了，太厉害了，有一分了，可以，哎呦，牛死了，天哪！关键我一路上都是难忘今宵，还能得一分。好，那接下来又轮到晨哥你们这一组啊。春节晚会小品的名字。来吧，请看题。哇，这简单了。哎，这送分题。一个系列只能算一个啊。好，来准备。这个要说错不太合适吧？三二一，奔跑吧兄弟。三二一，中国好声音。三二一，王牌对王牌。三二一，乐队闪光的乐队。三二一，天赐声音。三二一，手艺人大赛。三二一，我们三手艺人大赛。一，追星星的人。那你去招商会了是不是？三二一，天赐的声音。三二一，这哎天赐说中国好声音。三二一。热冰雪正当然，咋还能考虑呢？三二一，王牌对王牌。三二一，中国好声音四。三二一，跑男来了，跑男来。好，题目到，我们能不能得两分？三分。哇！跟我擦没啥事儿。其实这样卫视出品过很多好看的综艺节目，奔跑吧其实有黄河篇和共同富裕篇，王牌对王牌好多季，天赐的声音，中国好声音，嗨放派，我就是演员，中国梦想秀，爸爸回来了，我爱记歌词，我爱记歌词，那只有我记知道了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大家还可以上浙江卫视的互联网新平台 Z 世界收看正在热播和回顾以往的经典节目。新平台 Z 世界已于4月18日正式上线。现在我们的手艺人大会理发师季的后续也正在热播，请大家关注。Z 世界，哎呀，这个小无缝插进来的，这个很漂亮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恭喜周深、凯歌、一山和雨琦，你们这一组胜出。